结束这个剧本。哎呦，感觉有希望哦，有希望哦，走，我回来了，回来了，到下面吗？就对呀、啊，对啊，直接绕过去啊，绕过去，嗯，哦，哎呦，商船，你要船吗？等一下，商船，查看货物，货物吧，不是测试吧？对，哎、欸，我们有卷轴，我们可以直接飞过去，对不对啊？船能直接飞吗？不知道哎、欸，那我不行了，那个等于说这个卷轴在这边是废废的东西，没有好东西吧？我是没看到什么好东西啦，有、哦、都蓝色品质的饰品。嗯，好，你看，你看到什么？所以不能看，不能看哦。可以啊，你上船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啦、啊。好，你看一下。我是没看到什么好东西啊。好。强风，强风。我想说市场有草想买。对啊、哦，你要买草是不是？要回去吧。其实应该还好啦，我们还有十根。这都回来了，这百八，经过了，这个还很近的，可以啊，买，走喽，强风，点一下灯，可以干嘛？好像不能干嘛。就是、周围如果没探的，他会把它探开来。好。好喽，辣是痛觉，所以牡蛎会痛。反正他都要死掉，被人家吃掉吧。可是鹦鹉的舌头没有痛觉，他们喜欢吃辣椒种子。哈啊，是哦。对，这样他会不会肠胃一直蠕动很快啊？对呢。对啊，舌头没有味觉、啊，可是他肚子也应该会有味觉，会刺激。会有痛觉、嗯啊，他的塞就是唰喷出来了。哦，加100，打算升烟斗吗？应该还好啦。嗯，代班的简简好哦，原来是简简，我简简。因为我有个mod的叫佳佳哦，他现在今天是代班的简简，可是他不是家人的家吗？对啊，图图对啊，呀呀，哇，赚钱现在也不需要钱了嘛，佳敏杰的钱还好啦，今天都换佳敏杰，嗯，跑快一点，什么意思？哦。我想说，我画面还没有，你们在聊什么？没有装备，换装备。哎、欸，哎呦，17D， 吸血。这他，这他叫吗？他就叫啊。对啊。好哦。叫屁哦。超气。烧不死，不死，弄不死他们。啊。好，应该行。会烧，辣椒算鸟类的保养品啊？是哦，假的。很吸引鸟类，而且他们感觉到辣椒的内含维他命 A， 对，哦，有益免疫系统。哦，真的假的？还有这真的是，啊，真是每次开台就可以获得新知识哎，真的哎。哦，辣椒对鸟类是好东西哦，原来如此。哇！到时候就有家人，人家要把那个辣椒全部喂鸟，吃鸟那边辣死，直接躺在那边。他还没有手可以杀，他直接在那边抽蓄。哎呦，不要开盾呐、啊！真是，哎，不要开盾，不要开盾，我把你盾打掉。真的，观众就是知识库。
真的。走。蹦。好了，大家回一下专注。死神辣椒喂鸟吃。哇！再两滴。哎呦，哦，好痛哦！哦，啊、死。头晕了。好的，收起来。视觉卷轴不需要了，收着。我们在找龙，怎么找什么龙？找什么龙？明天找龙啊。找什么龙？什么龙？这个是水关，你不是要找龙啊？他记得。借你不知道的人知识，什么？你说你知道了，对你也没用，没关系，我帮你让他变得有用。哎呀，搞不好哪一天如果你女朋友有养鸟的，你就拿那个鬼胶去给他那个鸟吃。啊，死掉了不要找我们哎、欸，不是，对，死掉找可以找陨月，可以找陨月我哎。哎呀，可以找啊。收起来。没看游戏看聊天，以为你们在聊虐待动物，没有啦，哪有啊？你看聊天是讲了那个辣椒是对鸟类有益的东西哦。对啊，是。他记得我哈了一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哈了一下。不知道，我只是突然想哈嘛。就突然想哈一下啊！哦，好帅啊！左边那只巫妖王，哎呦哎呦哎呦！要不要把巫妖王往后推啊？巫妖王往后推，这要等我下一回合。哎，只是巫妖王好像动得不快，是不是啊？嗯，好像差不多，差不多，好吧，都可以。随便打，好，随便打，好，随便打，全部一起烧一下吧。来，我看看哦，不要再浇洗了、哦。我已经是水的，我只能浇洗它而已。好，你真的很讨厌哎，阿纪，你就是要用火的啊，我没办法哦。哦，你也真的是哦。这个乌鸦王哦，哦不是乌鸦王，什么乌鸦王？那我现在是辣椒吗？他应该蛮喜欢的哦。噔，那个蛤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想到那一只土拨鼠，你说蛤？有像乌鸦王，他俩就跟你哈了，我跟你讲，什么乌鸦王？哦哟，哎呦，错了。先把木乃伊吗？打掉，然后哈基继续推乌鸦。啊！你又不能推，啊！我你什么东西？这隐约可以推巫妖哦。抱歉，对啊，不讲话。对啊，哈基也很猛啊。因为隐约比较，对啊，哈基很猛，对啊，哈基很猛。这么乱的，对啊，很猛啊，没错啊。
好烦啊！啊！我现在大家专注满了，我打他一下就又灭火。灭啊，没差。靠！三 D。哦，灭了。陨月混乱了，对啊，陨月他头脑有点乱乱的。他等一下要吃修东西的卷轴了。哎、欸。好啦，我看看能不能把他弄死。哎、欸，我关掉了，可以捡到皇冠吗？想捡，皇冠掉了。哎、欸，皇冠掉了。他既可爱，他既萌。对啊，你怎么知道？哇，啊、掉皇冠了，掉哇，真的掉了。加经验，加钱。我看运气、这个，智慧启蒙。要当啊，收着。哦，防酸欸，防酸项链，有人要吗？不要。噔噔，嗯，准备就绪。哼，哦，他在抓头，哦，前面有三颗。哎呦！欸偷我偷我偷我，不是他没偷，哦，戳了你一下，他没有偷。先把他打到一次可以把他打死的状态。啊！我以为你会让那个阿布退后哎、欸。对耶，忘记了。好了，要把他浇熄。你偷偷偷有啦偷啦偷啦偷啦500块欸他偷520欸哇520欸哇哇哇哇哇哇哇你被告白然后旁边的人生气啊谁最配哦这只马欸对哇等一下你的血量这样没有问题吗，云儿？啊，应该还好，试一下吧。我帮你试一下啦。啊，好好，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偷谁？偷谁？哦，那会不会被烧死啊？直摸吃醋，对啊，戳，等偷，你还剩哇，他要被烧死了，哇，烧死了，哇，直接被烧死了，给你机会了，哇，有一个，只有一个告白成功而已。剩小三了，很生气的小三，一跟你告白，他马上就打了你一拳。你没办法，那个月月太可爱了，连怪物都想告白。把你们去买东西，就是尽量挑能抽到520元给那个超商店员。这样，老板，那个店员就说，一共是520元、啊，哎、我也520哦。我以为520哎，我也520哦。你要重复一下哦，520。你玩到什么了？玩丑了干嘛？没关系，我帮大家再加一下专注，把专注灌饱。没关系，那我再让他不要玩。那就是买31块的东西，然后用100块结账。69。他说找你69。对不起。听不懂。我是杰克，杰克吼、哦哎，又开车，杰克回来了，沃里回来了，多了83块，等等等等，
307加83力量鞋很久33力量鞋收下准备就绪我等一下，等一下，我能换装备吗？这里不行换的。可恶！这是要什么？力量判定，直接开锁。我开锁，那很多啊。对啊，该可以用一用。对啊。哎呦，好帅啊！哦。海伦首领，下雨儿，哦，下雨喽！啊，免疫。我记得旁边两个鲨鱼人打得很痛，觉得好帅哦。啊，先把鲨鱼人处理掉吧。那我用烧，先烧一下。我要浇熄它喽。中间免疫。这个嘶嘶声，哦，这个嘶嘶声，如果想象一下，这是牛排在煎的那个，哦，我们现在在煎两只大鱼，然后上面烤鱼排啊，打上，感觉还不错啊，玫瑰盐，哇，哦，啊，你是要爬未？你要等他熟吗？对啊，哎、欸，他免疫水耶，哎呦喂，欸、那个灌，那个灌下去真的感觉好痛啊，是真的会很痛啊，灌都灌到的话，就缓嘞，豪凤，我不能打他们啊。那我就烧好像没屁用。